三倍每美元。老板倍每美元几多人民币？还是说刚来到社区条没收账，这个老板几多人民币？他爹底下嘛爱米，能爱两个条门尼卡。爱两个条包尼，十两银没收账，这个得干放多人民币。那手把你接住，谁来？爸，你说我个费来多。妈咪，我有点生疏。嘿，你说我不过费来多呢？阿爸妈 ，M M 别莫连，那多个是个费那长。你也大，费个可能蛮爽东西咪？你说什么是改天的费？没，什么是给咱给全新的路呀？俺上费房子，你阿爹没有病哎？可能恁多了老老老问题么嘞？那个手把你接过来去。阿爸把你喊恁弄来带啦。你走的阿罗巴哥遐呢 ？Z 曼杜拉卡呢 ？X 阿喊拉邦加啦。你走上最起，跟你木没？阿爸怕死阿你木没啊？我那时候跟哥娃里读看，跟你走中时阿弟害怕阿爸。但读书绝对没人性啊，绝对没人发别的都没弄懂。迄只咪做 subject 啊，佮 fail 只迄转 subject 当啊，伫出边偷钱咪伊啦。因妈佮你提多留零零，咪做 subject 啊，迄转袂卡妈佮 fail 多了房。